喜 Cao Sir， 今次當然是恭喜太陽飛馬之前要恭喜 Cao Sir， 因為拿到最佳教練。Cao Sir 其實事前有沒有預料到自己會拿這個獎？即如果我當我做教練，我都是其中一個目標，但是拿到是我一份驚喜，是一個很大的支持。有沒有想過自己為什麼會拿這個獎呢？其實如果說今年可能球隊在上半季的確是明顯個表現是比較好一點，在上半季可能有幾場比較很好的表現，即是大家去贏球，可能這個令到大家令到很深刻一個印象，可能這個表現是令到大家球員好或者我好是有一個肯定在這裡。咁你講咗你自己得獎感受啦，其實當你見到我哋隊中有球員上台攞獎嗰陣時候，你又覺得點啊？即係其實佢哋攞都係等於我自己我個仔一樣嘅，即係當佢哋有機會攞獎，其實我都戥佢哋好開心啊！即係佢哋嘅表現都可以值得大家對佢哋一個好大嘅肯定啊！好，唔該曬教授。